阿爹，唱得不错呀。我听不懂。这有的人啊，他天生就是为戏而生的。就是这个人，没错，就是他。老规矩，你断后，我们老地方见。怎么办呀？
我跟你说，你们啊才回来啊，昨天晚上馆主等了一晚上你们。现在世道混乱，昨晚你们俩去哪儿了？昨晚我们去听戏了。听戏啊？那你们说听了什么戏啊？我们听的是红了樱桃醉了心。那讲的什么内容啊？唱的是弃父逃婚培育师父孩子戏中的故事。连马步，两个时辰。舅舅，他们来了。知道了。东城戏院杀死南海捕头事件，给了秦军狠狠的一击，你们做得非常好。现在城里清兵四处搜查，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恐慌了，害怕我们了，已经起到了震慑的作用。孙毅、孙林，你们的暗杀行动极大鼓舞了我们广东各地革命者的士气，向你们表示祝贺。秦同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加入香港暗杀团？是啊，我们做梦都想成为暗杀团成员。看把你们给召集的，齐云同志就是香港暗杀团的实行部长，这次召见你们就是要宣布正式接受你们二位成为暗杀团成员。啊，太好了。清政府钦差大臣魏良将，为了不暴露目标，下个任务由你们兄弟其中一人带队完成。大爷，我就喜欢这样的。
要不你去吧，我来陪小红。哥，你没事吧？你们在干什么呢？我在练功。哥，你撒谎。其实，我们都想留下来陪你。谢谢你们昨天救了我。没事儿，以后那个花爷要是再欺负你，我们哥俩绝对饶不了他。不好，舅舅来了。你们俩能够自觉练习，我也就放心了。快，出来吧。哎，你快看前边。看什么？哎，这个是送给你的。快打开看看。好看的鲜花。公子买鲜花吗？对，给我来束花。给。送给你的。好香，谢谢，真漂亮。请进。等我一下。孙毅呢？他先回去了。你找我有事儿？你说吧。我要离开佛山几天。去哪儿？我现在不能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我想娶你。我想知道，你愿不愿意嫁给我？你可以先考虑一下，等我过几天回来，你再把答案告诉我。那我要是不愿意呢？不管你愿不愿意，我都会娶你。那你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这是我的护身符。
你要把它带在身上。好精致的一把剑。虽然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但是我要你好好的回来。哎，傅烈，马上就要行动了，你还有心事？这是很危险的。我告诉你，如果你在一枪之内没有杀死敌人，等你准备第二枪的时候，你就没命了。听明白了吗？明白。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要抓就抓我，放他们走。竟敢来刺杀我，一个也不要放过。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今晚起身东渡日本，暂时躲避。切记，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走。没事，都回去吧。走。
是条汉子。酒肉伺候。是，大人。好嘞，抓紧，你可以走了。我们可以回家了。走是吗？恕孩儿不孝，让您受委屈了。快起来，能回家就好。大师兄，大师兄，哎，走，咱们回家。大师兄回来了，真好。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孙毅是接班人的料。要是二少爷孙礼在这儿，该多好啊！你好，你好，我是于洋，我是唐吉德。就在一年前，满清政府秘密组织了一些精英，成立了反击同盟会的狙击队。黑桃心就是他们的代号。自从这个组织出现后，我们的行动屡屡受挫，人员伤亡也特别严重。更可惜的是，我们每次的行动计划他们都能识破。内奸？是，一定有内奸。我们的行动每次都是周密计划，上线和下线不认识，只有中间人联系，但是几乎每次行动都被黑桃心的人破坏。他们不但主动突击袭击我们，而且下手狠，速战速决。就在上个月，我们密谋刺杀南海府知县，选择在他回乡探亲的路线下手。可没想到的是，还没开始行动呢，我们隐藏的同志就被黑桃心的人杀害了，造成行动失败。那么追查黑桃心的进展如何？唐吉德同志，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待你的到来。上级要求我们尽快组建以你为队长的唐吉德暗杀团，一方面筹备西山起义，另一方面尽快查找黑桃心的幕后真凶。
小七，二舅，二少爷回来了。二少爷回来了，哎呦，福星叔，爷爷回来了。哎，没变，等着，我去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芒果饼。哎，等着。哎呦，你慢点儿。哟，儿子。哎呀，思泽，来，快叫叔叔。 叔叔，叔叔，哎，让叔叔看看。这孩子，孙俪，咱们先去家里坐坐，好吧？你们接着练，一会儿我就回来。是。走。飞了，来。思泽，思泽，来，把汤喝了。老婆，老婆，快看看，这是谁？ 哎呀，老婆，这是孙俪又不是外人，怎么还吓着了？孙俪，我先去趟武馆，等练完学员我就回来啊！快进去。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记得这曾经是我和哥哥的房间。那天为了躲避舅舅，我们把你藏在这里。 现在应该叫嫂子了，嫂子，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我马上就走，不会打扰你们的。孙俪，喝杯水吧。 3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你是革命的暗杀团的人，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和哥哥都是暗杀团的成员，我们曾立志，满清政府不垮台，我们就一辈子追杀满清政府官员。可是现在孙毅他不是了，为了我，还有孩子。 和舅舅的武馆，他不会再做那些危险的事儿了。诺夫，你不能这样说你哥，现在外面太危险了。既然这么多年都熬过去了，人好好的回来了，就留下来和你哥好好的经营武馆，安安生生的过一辈子。 好个安安生生啊！你安生了，谁来革命？谁来推翻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孙俪，孙俪。
孙礼，刚回到家，你这是要走吗？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给你做的芒空饼。二少爷，这是我做的芒空饼，你尝尝。福星叔。不用了。孙礼，你会后悔的。破运码头有清兵队伍巡逻，我们务必小心。火车站的仓库我们已经踩过点了，七号仓库接头。明天最早一班火车是早上9点，我们接头时间暂定为9点。队长，第一辆车是早晨5点到的。如果是运货的话，除了这火车站的仓库，还有就是码头的货站了。会不会是故意虚张声势啊？去码头货站。800年前立的杆，老光棍儿。分头行动。
刚统计了一下，在今天的行动中有三名同志牺牲了，不过我们却成功拿回了枪支，为我们西山起义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础。我提议为牺牲的同志默哀。革命党唐继德头目三年前加入日本革命党同盟会组织，来佛山不久，正准备发动西山暴乱，杀了他就会错办一场革命党的暴乱。前几天码头的事情都捅到南海大人那里了，大人很是生气，渡盘大人的队伍都动用了，却没抓着一个活的，唉，很丢人了。这个人你们好好看看吧。是，这次一定完成任务。嗯，吕阳同志，我来掩护你，你快走。人呢？
队长好，站好！我们的行动计划就是被他出卖的。前几天，火云码头交易枪支，幸亏你使用了调虎离山之计，让黑桃心的人来晚了一步，否则我们的一些同志又将会是黑桃心的猎物。这个叛徒，你打算怎么处置？ 按老规矩吧，我送你回家。 不用担心，小伤，小伤，胳膊都抬不起来。男人嘛，受点伤，不算什么。好好的，干嘛要去和人家武馆的打架呢？不是打架，是切磋武艺。切磋，都伤成这样，命都不要了。
我以后会小心的。平时很会保护自己的样子，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放心吧，以后我会小心的。佛山的狮王争霸赛要来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参加颁奖，是谁？大将军杜盘。我们在广州一直在盯他，想找机会下手，可是这个人太过谨慎，不好接近。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比赛人多混乱，容易被掩护。这次的任务交给你们唐吉德团队，希望你们杀掉杜盘，全国的革命者振奋一下人心。是。另外，佛山黑桃心秘密组织调查情况如何？他们的头目到底是谁？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黑桃心团队人员全是以前我们同盟会暗杀团成员变节后组成的秘密组织，他们非常熟悉我们的行动步骤，并且常常利用这一点反制我们。前几次行动的失败都与他们有关。好狗染上疯狗的毛病，比真正的疯狗更凶残，你们要格外小心。是。只要你们帮我打败新华武馆，这些银两都归你们。现在的手臂怎么能捂好狮子？别说那扫兴话，馆长那胳膊过几天就痊愈。老天保佑，让我们馆长快点好起来。查清楚了，照片里的这个人就是黑桃心狙击队的头目。怎么是背影？这个人很神秘，而且很会伪装，几乎看不到脸。伪装就是不能见光，见光就是死。很有可能是你的这种分析。根据可靠消息，黑桃心狙击队在这次狮王争霸赛上担任大将军的保镖工作。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没有什么。司礼，组织上想让你潜回新华武馆，帮助新华武馆拿下今年的狮王，然后利用舞狮表演的机会，趁大将军颁奖的时候，用最直接的方式杀了他。还有别的选择吗？这是最佳的选择。是二少爷，是二少爷，福星叔，
二少爷请喝茶。回来住一段时间，把红拳好好练练。玉同意吗？好啊，孙俪，这里就是你的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怎么还不睡？怎么了？这么看着我？没事儿。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心神不定的。孙毅，出什么事儿了吗？我就是想说，孙迪回来了。回来就好，这里本来就是他的家嘛。是啊，孙迪回来了，今年我们武馆争夺狮王争霸就有救了。孙毅，答应我，好好保护孙俪，好吗？停！好，停！好，停停停！看我！伪装就是不能见光，见光就是死。想到你是沾满革命者鲜血的黑桃心头目，可是我早就知道你是唐吉德的负责人。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替你的主子杀了我？我要是杀你的话，一个月前你就没命了。这么说，那天街头是你自残手臂救了我。孙俪，你清醒吧。4年前和我们一起参加暗杀团的人
到现在就剩下我们兄弟两个人。革命多少次行动没有一次成功，我不想再为这种轻率献上自己毫无价值的生命。所以你在敌人的拷打下像可怜虫一样跪在主子面前，背叛了革命信仰，变成了无恶不赦的满清政府走狗。我是走狗？是，如果我不做走狗，谁来继承咱们传承了几代人的新华武馆？谁来照顾小红女？谁来替舅舅养老送终？你呢？你躲在日本三年，杳无音讯，你有替我这个家想过吗？黑桃心，我不愿跟你多说了，我欠你一条命，现在还给你，拿着我的头去受赏吧。你开枪啊！没想到南海武馆请的日本武士进步如此之大。是啊，看来我们是遇到对手了。所以佛山必须打响漂亮的第一枪。我们暗杀团成员全部分布在各个区域，等待接应唐吉德刺杀第一枪。是，我们唐吉德保证完成任务。
明天的狮王颁奖仪式不能有任何差错，一定要保护大将军杜盘能够安全回去。另外，得到线报，唐继德会利用此次颁奖机会暗杀杜盘大人。我们已经布置了天网，就等着他们上钩吧。是，请王大人放心。有人！快走，我自己会走。你们革命党想刺杀我，没那么容易，给我带出去。孙毅保护杜盘大将军，追剿反清激进分子，摧毁庞基德暗杀团，功不可没。
奉皇上谕旨，先封孙毅协军校一职。谢大人。我们暗查，此次行动失败，是因为有一个叫孙毅的人出卖了唐基德同志。孙毅是谁？他是新华武馆的馆长，同时也是孙礼的亲哥哥。哥哥？对，据我们了解，他曾是我们暗杀团的成员。四年前广州暗杀行动失败以后，被捕后变节，现在是清军黑桃星秘密组织的头目。可是哥哥怎么会出卖自己的亲弟弟呢？这个我们也想不通，不过我们已经制定好除掉这个叛徒的计划，请您过目。孙林，快请坐吧。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准备让我饱餐一顿，好送我上路。我们是兄弟，情同手足，我可不想送你上路。快吃吧。无耻！你玷污了兄弟这两个字。孙林，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取了枪子弹。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杀了大将军杜盘，你不但会被现场击毙，还会搭上我们新华武馆几十条兄弟的命。你担心的是你自己的脑袋吧？
求你了，放弃革命之路吧，投降吧，回到武馆，那才是生活呀。我不会放弃革命。好吧。那咱们兄弟就再干一杯酒。来，立定，向左转，举枪。孙立，只要你声明退出同盟会，哥哥就能保你一条命。告诉小红女，她的丈夫是个沾满革命鲜血的刽子手。孙立，哥求你了，放弃吧。你们听到了吧？他叫我放弃革命，就能保我一条命。我谢谢这位协军校大人，也谢谢他是我的亲哥哥。不过我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吧。大人，汪大人说时辰已经过了。
应我，好好保护孙俪，好吗？妈妈，哎，志卓，小心一点。知道了，妈妈。思泽，爸爸和妈妈要说几句话，你出去玩好不好？好。去玩喽。谋反，刺杀朝廷官员，犯的是不可饶恕的死罪。孙大人回来了，那他会去哪儿？腿长在他身上，老朽怎么知道？孙大人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整个佛山都找不到他。走。谁？先生，我是来给你送饭的。这是谁呀？干嘛呢？送饭呢？谢谢。请进来。大人，祝你万事如意，步步高升。好，好，好，一起啊，一起。龙飞发，龙飞发。
孙毅作为同盟会的老成员，独自执行暗杀大将军杜盘的成功事迹，我们已经上报给南京。组织要求我们和孙毅尽快赶到南京。那太了不起了。可是，他曾经是清军黑桃星的头目，又出卖过自己的弟弟。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于部长，孙毅这个人很难见到。为什么？我们去新华武馆请他，他说武馆有很多事情不愿意见我。那就再去请一次嘛，要诚意满满的告诉他我们是去南京。我们都说过了，可是他还是拒绝了。习武之用在于强身健体，除强扶弱，保家卫国。还有，大家一定要切记，不可与他人争强斗狠，恃强凌弱，这些就是我们洪拳的精神，大家记住了吗？记住了。多姿多彩奇妙衬，西港衬北港音啊，珠江灯塔盛名在西风行啊，李鹤鸣山千秋名震啊，鲜艳凤声光灿，君鹏志心宠人，共舍丹青后继有人啊。
位听众，佛山最著名一代洪拳大师孙怡因肺病医治无效，于今早逝世，享年52岁。孙怡自幼习武，不单止武艺高强，而且曾经是暗杀满清政府大将军的有功之臣。消息传出后，佛山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兴华武馆。